行。
是不是啊？你这打平了快，就这一下给的感觉都不一样呢。把肌肉收紧就是啊，去啊好切，这不是打开了吗？这个好多绿色的力量，哎，准备，好坐姿，坐下去。你要看哪个？不是，我给你放好点，又拍个屁股。 对，漂亮，下，哎，我要就是这种感觉，它这个灵活性在哪？好，五、六、
七八九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。他就是去掉。你看，我再跟你讲啊，你这个把这个往上翘，先等一下，翘的高一点，因为速度最高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然后散开，听到没有？我让你抓的时候要去学会，第一步的时候先分散开。好，你先打住吧，先举起来，举起来。大拇指翘，五六七八九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哎，不要着急，你分清楚，一上一下就行了啊。你还在出汗？我们是冷，你是出汗。我自己起来好了，再跟着上跳。没有，这个就好。五六七八九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翘高，二二三四，对，五六七八。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翘，好，这边先抓，用劲儿，对对，很清楚，抓翘翘，对，大拇指下去抓，小拇指下翘，来走，走，小拇指去抓，大拇指翘，大拇指再去抓，好，小拇指往下抓，对吧？去抓的感觉要分散，好，翘，往上翘。跳跳跳跳，好，走，分散的，分散，五六七八九，一二三四，分散住，走，二二三四，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，五六七八，四二三四，五六七八，五二三四，五六七八，六二三四，好，不要动啊，抓，好，往上跳小肌肉，哎，一个一个跳，一个一个跳，跟。大拇指，大拇指去抓，大拇指打，大拇指翘，大拇指翘，对，翘翘翘翘，往下翘，好，放，好，小拇指去抓手指，小拇指翘，就翘住去抓，分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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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拇指去抓，大拇指去抓，小拇指往上翘，翘。对，翘，都翘啊，对，酸酸不酸？好，放，长长，长长抓，长长长长抓，长长长抓，对，长长长抓，站起来，左脚打开，手放长。要去抠抠碎没用，抓，用劲抓，哪里酸？是不是？对，抓，这个正确，抓，不要去抠抠碎没用。好，放长，长，长，好，抓，对，好，放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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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抓，对，好，放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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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抓。抓，对，放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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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抓，好，长，大拇指翘，啊，这分出来，大拇指抓，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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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坐，先叠着啊。六一叠一叠的找啊，五左侧，五六七八九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，你要抓到最极限，听到了没有？把你那股劲儿长长的抓那种感觉去抓，要这种感觉，明白了？走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四二三四五六七八。二三四，抓，用最大努力抓，好，不停的抓了啊，不叠了啊，勾脚也是抓的，五六啊，对，七八九，一二三四，五
撤七八，二二三四，用劲抓去，三二三四，一个七八，四二三四，一个七八，五二三四，一个七八，抓，好，往下放抓抓，最大极限抓。其实我感觉还是第一个前锋先不拉开，拉开再踩，应该不利。他上次踩了他一个礼拜回来，上次回来上个礼拜踩。那他们这个踩的都不行，就要痛了，他脚背。嗯，就他离了我近，他是那样了，上个礼拜我踩，我到现在都好，一回来就。这一般不会受伤的。我在去运动的时候，你要去抓，要学会去抓，要学会去抓，因为他要去抓地，而不是要学会会牵引、会翘，不一定说会翘，光会翘也不行，自己要学会抓翘、抓翘，知道吧？对吧？自己去抓啊，先把这个开的大的开的。要小回去，一定要去抓啊！抓，小拇指的一起抓。累的，刚踩过都没用力，你看这个效果肯定是不一样，这个低了，是不是？很费力，啊，这个扣子太多，好，漂亮。这么好的脚位你都不拍，这个呀，拍过了，就第二天没拍，上面拍过了。该抓的时候要抓，不要去放松了，每时每刻都在练抓。这个效果出来了，100%，继续来抓。这样痛吗？
抓，去抓。去抓，同时的背拔起来，去挺起来，不要往后倒，两股缝，我这个运动，你这股力量又往后倒了，你看散掉了，没用的。够脚，不是，蹬脚去抓，抓，去抓呀、啊，你就对，去抓。抓，抓住啊！抓，这个角度我感觉没那个角度，这质感不一样，这个不好。抓这个感觉都很散。对呀、啊，光衣服没有柔软性。
那个去抓，对，也不一样。去哪个？会计师的纸巾给我。去抓，就是出来了嘛。再去抓，膝盖朝天花板，抓。你给我，你给我。让妈妈高兴，一个就够了。抓住啊，不能动啊，抓抓抓，好，往下去抓，对，抓，你努力的去抓，对，去抓，把膝盖朝天花板，两个腿，对对，不是现在就出来了，在练练就出来了，大拇指也给这个抓住，大拇指扣进去，对，去抓。翻起抓，不要挺对，不要白踩，来看这里。继续，往下抓。好，一个啊，一个两个啊，一二三，走了。
比如说一二七八二三四，不要放开，最大极限往下挖，最大的极限就是你掌控的时候，走，三二三四，漂亮啦，二三四，把线条拍出来啊，走，一二三四六七。你看的我是要看到这边的线条，知道吧？五、六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抓！对，你看这线条，往下抓，对，抓，好，勾，勾抓，抓，并起来抓，对，最大极限让酸痛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抓，六、七、八。九十往下抓，抓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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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抓，再抓最大的极限，我抓到酸痛，一二往下抓，三抓四五六七八抓九十，抓住抓住，大拇指干嘛去不动啊？会去抓不会疯去抓，你怎么去挨地呢？抓。抓，所以小时候都容易啊。抓，对，抓极限啊，这不是又好一点了吗？往下抓，学会去抓东西，好吃的东西到底了，我要够香蕉了，爱吃的东西往下抓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抓最大的往里抓，九、十，抓。抓，好，收。穿上鞋。加速，要学会用脚背，快来了，髋摆正，髋摆正，屁股这打平了没有？髋摆正，屁股这打平，对，往上绑。往上绑，你中间都有一个灯笼。上眼，胸部两边，往外开，好了，够脚，够脚，五、六、七、八，走，一、二，不要弓背，用完，对，用最大的极限，你看，低身拉，你看，你看这种情况，痛不痛？啊，不就行了吗？头展头就行，展背展背，你的头看前方。对，五六七八，走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三四六七八，三二三四六七八，四二三四六七八，二三四六七八，六二三四六七八。看下去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，怎么样？我压力感觉跟自己压力感觉区别大不大？痛不痛？三、二、一，好，换脚。三四五六七八，三
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四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五二三四六七八，五二三四六七八。站，膝盖蹲直，控制好，十九八七，不平摆正，六五往上展背，往上展，往上胸脯往上站，对，然后再走，四。三，力度大吧？那是假的。对，不要胸肩。二一，好，收，托胯根，快。这样痛还痛吗？不痛了吗？之前的时候不痛了吗？看到你的血，我看到你的血都像个床，你的血，我一看再看我的脚。大血本来就长得长，我自己看着也长，你看我脚都那么长，其实没有那么。斜放就好，自重能力往下下垮，对，对，你把这一块宽，不要去打弯，就像这老师你跳舞的这一块，啊，宽去宽摆正，啊，你稍微搓一点的感觉是不一样的。把鞋脱掉，用最好的效果，最快的简便的四步训练。再去掉的细节再去掉了，这才是对。然后脚脚，对对对，这样。哎不不不，不要这种再加大难度了。对，怎么样？推后面贴住，走下一二，哎漂亮，哎这个更好看，开始。痛不痛？哪个难度大过两个？其实这个难度是上一阶的是阶梯版，这个是上面的更阶梯版，明白了吧？把木头推出来，五六，它摆得很正的，很不错了。你看，不要动啊！我看着，不要老是这一块往前倾，你往前倾的核心没有了，往前去了，你要让它最大的受力在中段，你看往后受力。两边都有了，对，还不错嘞，髋也摆正了，再摆，再往后收力，对，五六七八，左手，一二三四，漂亮啊！你收住的时候往上立，对，身体打开，自重力，你看，对，你可以把这个高出来，对，背完了，走，一二三四五六。七八五分，不要前倾，保持中立的位置，收段收紧，对，走，二三四，漂亮，五六七八，五分摆正，走，二三四，你就转着摆正了，五六七八，转着摆正，走，四二三四，你看你够极限了，你为什么不用脚背呢？那脚背就不能去摆呀，要勾就勾，要拱就拱，别搞了四不像。Go， 走，再来，五六七八走，一二勾，三四都勾脚，七八，二三四，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，五六臀部挨到底走，上，五二。
三，被拔起来，被拔起来，走退。好，耗下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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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踩踩。要加减，两边。沉下去，对，好，漂亮。中段，中段垂直路线，对，小手打开，好，够脚，够紧。我们摆正。往这边来。这边。往上撑。对。痛吗？好，一二三，三十秒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往上八。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，漂亮。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，十九八七六五，摆正，勾勾勾，吐气吐气，怎么样，难度大了没有？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，收，换成效果出来。你练好了四腿的环节，你去吧，老师嘛。这种态度就好了，调好心态练出来多少？走。哎呀，小腿的体质太差，稍微再估计一下，赶都赶不上你。还有好几年上班。体质还没恢复好。到底咋了？也不知道，他不咳嗽他吗？是什么鼻炎？鼻炎引起，手一卷骨宽。你对，好，转正，背拔起来，把这赤膊膝盖勾脚，五，臀部按紧，五，六，六拍啊，七八九，一，二，看前方，三，四，一丢丢的慢的感觉，三，四，走，五，六，七八，对，七对上的，对对，不要管他，不管他，让他拉拉吧，勾脚，走，二，三，四，往下下，对。不要加肩，不要加肩，四对五六七八三二三四，我让你慢慢缓冲，不要你直接走，五六七八，好，走，五二一丢丢下去，三四对，让它拉扯，你一丢丢下，让它拉扯起到作用了，都知道了吧？走，五六七。八，往上推，好，走，慢慢下，慢慢一丢丢下，走，六，对，把砖放低，慢慢一丢丢下，对，走下，丢丢，要过一个台阶，一丢丢下，就这种感觉，走，六，二，三，这下要攒功，四，对，走，再来，五，六，七，把背拔起来，背拔起来，走，六。走一丢丢，骨盆前倾了，摆正，好多，对，摆正，手打开，十，九，摆正，勾紧，八，快摆正，七，六，五，四，三，二，一，勾脚，勾脚，勾脚，先摆正，你看，你骨盆。不要去前倾，中立的位置是哪里？我跟你讲的，你往前，它的中心都倒在了前腿上，明白没有？你往后，中间后腿上，中立的位置是在中间垂直，前后发根都在受力，明白了没有？上段和 A 段都全部在进行一个训练，往上拔，对，然后再折下去难度更大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肯定了。好，勾脚，十，心态越来越好。他自己现在跳舞也很好吗？八七，哎呀，你走的路那么有气质，今天从医院回来感觉不一样。你看我的脸都肿在这吗？看到吗？不是肿了，是感觉很大气，人家走路，哎呀，一扭一扭的，天哪，还搬托斯，走起，往上拔。我昨天又在取笑了阿姨呢。十，够脚，九，八，七，六，五，你扭屁股干嘛？什么时候扭屁股啊？给你老公看，在我面前扭没有用的。我
一，勾脚，勾脚，勾脚，勾住，勾住，勾住，勾勾驼，勾勾勾，十九勾八七六五四勾三二一，勾收，好，再来，一会儿再练膝盖啊。来，哦对，换上五条线。喂，你姓吴，你咋请到我女朋友，就给我点了那个药外卖？哎呀，不是嗓子都没怎么痛了。昨天我，你知道我痛苦成什么样？我看一下。新药都治病，不用用。我看一下啊，甲状，上面两个吧。六七把后腿蹬直，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后腿蹬直，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十九肩打平，八七六五四三，第一拍去抱前面的前屈，去抱住了，还是对，来回抱住前腿，抱住了，对，手也上去，就让着痛，让着挂胯跟自己沉，你不要想哭，对对对对，好，来自己颤颤颤，对，摆动，忍住一口气，对，就这个态度，弓，你看把这个掀了，老哥，你看你摆正，对对，去抱抱。抱的时候别倒脚啊，对，直接正着抱，膝盖贴住的，宽摆正就行了，宽摆正，对，抱抱往下撑，对，等等 ，no， 没事，你上抱砖，抱砖上的脚跟，脚跟，对，这样抱，好一点，好，再来。还好，快点。好。啊。
格，往上推，往上推身体，往上推身体，这个是又加一个层次，刚才那个，不要倒头。这样就不行了，你腰，你趴下去干嘛呢？你看那个苦都受住了，这点苦还算什么呀？把身子支起来啊！身子支起来啊！你俩。
换了，坐着，站着，转过来。你这四个三个关节全部它转过，虽然都是一个胯骨，但是胯骨的方向是不对的，明白没有？前旁后，懂了吧，孩子？你再去缓动一下，缓动，全部点给你打开以后，你的竖叉左右手都不会再卡了，卡都卡不了，往下推，对，往下推，对，往上上，好，没事，不要那么紧张，不要太对半，你试试就知道了，对，背拔起来，膝盖不要过一肩，然后中段这一块你这样是摆着还是定到大腰，你要把这一块的力度往上拎，核心，你看。啊，就贴住后面就行了。这一受力吗？这一受力，我再给你压的话，比方说压90，那多大了？那你就压到哪里？45就达到这90了，明白没？明白。对，快摆正，哎，漂亮，顺利肩挺宽。对，走。干嘛？你让这都不通效果怎么办呢？你不要去，你就去那顶，忍住。好。啊。对，你接，对，你老是这样，下来就给我上，对，哎，对，收住，臀部收紧，哎，漂亮，这个质感更漂亮，那感觉是不一样的，孩子，你看，松劲儿往上弹，懂吗？很正，好的，走。开了很多了，效果是开了很多。你看这腿啊，对呀、啊，膝盖也有了，你看多好啊！哎，对，很漂亮，组装。对，肩也给练了。好，吐气，动不动？好的，动啊。好，你吐气。好，抓死。对，动不动，别动。滑了。啊，滑了，自己定死，不要管它，重心定位，吐气。不要倒头。明白了。走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来，不要稳住，宝贝儿。好。要不然我给你坐下去，你就更受罪了。嗯。啊，好，先倒。碰脚背，六排，走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动指走。二，上的时候痛了还不喊？三、四，下来了。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三、二、三、四，忍住。五。六七八六二三，感觉到了吧？四五六七，肩摆正。好，来这个，这个十九八七六五四，好的，动后腿前腿的滑，滑下去。抱住他，对，那你低一点无所谓。膝盖呢？又骨骼包了是不是？啊，对，对，这是，宽摆正就更好。很多压压像这种压法都是错的，知道吗？要把这个，你看，对，你看，转正，摆正，摆正，对，手又拉长了，手往前走，往前爬。爬，手往前爬，你就是做事老是拖泥带水，直接利索一点。对，再往前爬，爬，抬，摆正，身子不要力气的，胯骨摆正，双脚线条对，摆正。摆正，弓脚背。
亲，搬腿，反正就是搬。上去。
别管好就利索一点啊。对，等开，等下，膝盖找到了吗？转开，转开，尽量转开。好。你光好，你好，你答应下来了没有？好，哎。明白了没有？踢腿，动作需要。
先打开再说。不跟大家开玩笑，妞妞。先踢开再说啊，不叫张开。五，伸大，五六七八九，啊，膝盖。五六七八九，啊，膝盖。先一个腿踢十下，五六七八九，二三四，六七八，二三四，五六。你看踢着腿根本就不合格。身体的重量，六七八九，三四六七，啊，三膝盖膝盖都不要松，六七八九，三二三四六七，啊，三四六七，啊，三四，这就能听出来了，五六七，屁股收紧，收紧收紧，踏步。这就是为什么很难改，这就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不良好的习惯，习惯成自然了，下一次难改，而且授课授的换的老师太多，我跟你说，所以说很多碎的东西它不是一张白纸，是一张白纸来的。五六踏步踏步踏步，五六屁股收，你看你成这个样了，转正，你看收紧，对，五屁股不能是，你是这样的吗？要让胸骨转正，转正对，屁股蛋是平的，记住啊，五正八正，身体八步，不要说踢得太高，不要求你踢太高，有规定的范儿就行 ，OK 啊，九十度，五来七八正，八三四六七八，八三四六七八，八三四拉起来，八三四勾脚腕看。三次，大腿发力，六八三次，做事就要利索一点，要拖泥带水的啊。五六七八九，膝盖膝盖要收紧，五六七八九，八三四六七八，八三四六，收紧，五六七八九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。五六七，你不要去顶它，只要收紧就行。走，好了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四二三四五六，放松，走，五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六二三四，好，来，去，再准备准备，你都打开了一点，把这头往下去，对 ，OK。不要去恐慌，听到了没有？不敢去恐慌，放松。你看这多危险啊！你再吃一丢丢力，幸好你妈妈堵住了。再不吃点力，孩子一扭就错位了一下，咯嘣一下你就马上立马骨折。你相信不相信？我们干这一行，我们是知道的太多了。我身体不知道伤了多少多少了，所以说你就不听话了。不要去对抗，抱紧，对，放松。
对，你看，膝盖还是练的，还是有进步的，不能说没有进步，但是还是这劈不下去。哎，对了，也有对，但是下去的时候，同时你不要发力啊，这个腿然后自由自在的去搬。你要使得像一颗钉子，袖子就不好了，放松的状态，对，屁股摆正，对，哎，刚才那一下知道有意识，啪嗒一下下去就行。膝盖放松，对，你不要去紧张，保持是有底的，你放心。如果出事早就出事了，不会等到现在了，因为有时候膝盖你蹬久了更痛。放松，对，放松，膝盖。我也很给你吃力的，你妈也很累的。如果有软开的话，你就不会有那么累的。是不是啊？因为这个是正的，所以说你练腿练的是不正确的，很容易串位。你看，我随便你去搬，自己来动的。但我们一转正，你看，我的腿，你看啊，就按这个腿去走。你感觉到没有？痛不痛？这才是正确的，孩子。你看，膝盖松了没有？啊，来，转正，走到哪是哪，咱们憋憋。憋吧，是不是你的发力点不行？你得给走位的，来，慢慢来啊，不是急的事，屁股下去，后腿应该往。那可能你不要那样去蹬了，它是很痛的。没有，我压我自己手，我压了我压不住。压不住，它很顶是吧？我压我自己手行吗？咱俩力气大。你不要顶啊，屁股下去。这，屁股。相反的，还有这个憋着他外头，把我骨头也是拧得很难受。哎呦，这就是别扭啊！别扭，这是还是毛病，真的是毛病，很憋，憋得很痛苦。我都跟你说，我那个劲是背劲儿，憋的背的我就我要顺着你了吧，范儿不正。你看，痛吗？痛，坚持住啊！不要顶，不要顶啊！
你一个人搞定。啊？按了它怎么办？摆正，摆正。好，那你别扭，你别往那边扭嘛，我就扭一下。好。不要很浪费时间，头是这个。我是你姐，你啊，休息两场还是这个样子？屁股下去，屁股我下去都根本没有用的。你用舅舅再这样做，来，后边。屁股下去。后背不要起来啊！
现在感觉怎么样？现在还痛吗？怕什么？怕哪里？好可爱哦！哎，老师一直强迫你，哎，动脚。好，说。